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东。表妹解说了两天，大家有没有想念小东呢？今天给大家来盘点一下，小东认为 PBZ2 中颜值靠前的三只僵尸：深海巨人僵尸，我一眼看过去就被他粉红色的盔甲吸引。可能很多人觉得深海巨人僵尸很丑，可是我并不觉得相反，我还觉得他非常的炫酷。仔细看一下，别人可是有八块腹肌的哟。他真香，哎呀 ！Oh my god！ 第二位街机僵尸，人如其名，街机僵尸街头电玩机就是他的武器，抵御大量的攻击，真不知道他是有如此大的力气，电玩游戏机都能推动。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卷发小伙子，上衣紧身露脐装，头戴眼镜，下穿阔腰喇叭裤，这打扮放在我们现在都市里，走在大街上一定是大街上最亮的仔。第三位巫师僵尸，巫师僵尸可是一个拥有法力的僵尸，一个技能过去，植物立马变绵羊。但是巫师僵尸不仅法力高强，他的穿着打扮也是非常的炫酷，像极了一位慈祥的老爷爷，让小东不禁想起了圣诞节的圣诞老人，是不是和巫师僵尸长得很像？